为了让爆米花棒球夏季联盟更具爆点，主办单位正式推出爆女郎以及爆米花主题曲，希望用轻快的曲风以及活力四射的爆米花女郎带给球迷更愉快的看球体验。只不过爆女郎并非啦啦队，等于是要炒热全场的气氛。幸好当中的 Orange 已经见惯大场面。有的，我在去年的18U世青赛的时候就已经有在现场跟大家为我们中华队加油，然后在黑豹旗的时候也有就是为我们的青少棒的选手们然后加油，所以已经有遇过很多很多这样的场面，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得心应手。有影片才有真相， Orange 果然是有炒气氛的丰富经验，而且虽然比赛还有一段时间才要开打，连个人的守备位置他们都已经安排好。我们三个人可以有各分东西嘛？对对对，一个人负责本垒，然后一个人负责一垒，对，三垒这样子就 OK 了。对对对，三个人可以散出去，对对对 ，OK 的 ，OK 的。对，还不能说，哎，你不能太过来。我们现场也公布了这次联盟的吉祥物抱抱，但是看完场边进度，看门道的球迷还是最在意这次的洋将补偿进度。到今天早上为止，我们已经签妥17个球员跟3个教练，我们相信这2-3天应该可以把它补满。就说这个任务可以初步达成，场内外各个环节已经逐渐到位，现在就等观众踊跃进场，在5月24号一同享用棒球爆米花。我来听新闻，张建宏、张纪元采访报道。